武汉大学男生校舍语文学院全景。1932年9月20日，武汉大学校长楼堂合影。武汉大学前小吃街有上海银行支行、裁缝铺、洗衣房、理发馆、邮政局、点心店、杂货铺、医院等，以供学生与教授之需。武汉大学文学院楼前，画面中戴礼帽、身穿大褂的人是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。刚刚竣工不到一年的理学院全景，武汉大学饭厅全景、饭厅内景、武汉大学校舍露台前合影、饭厅楼顶露台、女生宿舍楼与体育场。从武汉大学女生校舍眺望东湖，男生校舍走廊、武汉大学课堂内景。